缺少了一个队友，因为他被带进去小房间里面了。为什么被扣留呢？为什么刚刚被抓到小房间呢？跟我长得不像。哎，是谁啊？我要是站在大屁股那边。不好意思，祥平的那个在台有人在这。祥平，我决定在这边跟大古来一个完美的邂逅。考察日记，这次我们要到美国大联盟去考察了。但是我们刚刚发生一件非常悲剧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大家位置全部没有划位，所以我们所有人的位置全部打散。我们只能期望我们接下来身边的伙伴也是女生这样子，可以互相照顾的那一种。OK， 那我们要登机咯。完全不敢往我的右边看，希望我接下来的十五个小时一路平安。早安啊，眼睛超爆肿，而且坐中间真的好痛苦哦，我整趟都是这样子。那我们等一下到了那个纽约，然后还要再继续睡，睡到隔天，然后再出门。就无止境的一直睡，我终于知道调时差是什么感觉了。喂，大家的行李全部都拿出来了，然后我们现在缺少了一个队友，因为他被带进去小房间里面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护照照片真的不要差太多。而且他刚刚就是弄照片弄超久，他还说弄回跟照片一样的发型，然后他还在那边调这个发型。哎，来啊！为什么被扣留呢？为什么刚刚被抓到小房间呢？照片跟我长得不像。哎，是谁啊？他不是我还没有整眼睛的时候。哎，你也很不像啊！这是我大学的时候。你那时候也是单眼皮啊。好啊，我请我们三个一起去换照片。到了，在美国的房间，我们现在在纽约。大家晚安。马卡巴卡，早安，纽约早安。今天要去大都会的花旗球场。哎，我们等一下会经过花店的，要不要买花？因为今天情人节。对，今天是情人节，大家会在一起过情人节。Sorry, how much this one? Twenty. Today is Chinese Valentine's Day. My girlfriend. No, no, just kidding. 这是男朋友。情人节。That for me? No, not for you. Sorry. So sweet. 我的情人节第一朵花。Hello, guys. 我们到了纽约花旗球场。然后我们今天呢是来这边开会的，做一些表演前的行前会议这样子。然后太阳很大，但是。非常的舒服，大家现在是20度吧，差不多。你干嘛一个人在这边干哦？我说出来没有，还不能说出来。我们现在完全进行变成一个观光客的模式。怎么样 ，Logo 在干嘛？可爱，你看，好像头上戴帽子。哎、欸，超可爱的，这样很像。可是那是垃圾桶哎、欸。没关系呀、啊，美国的垃圾桶哎、欸。洋葱，你的声音呢？在大都会耶！有老鹰呢！天哪 ，Eagle， 它的大荧幕真的超大，好夸张哦！美国的所有东西都好大哦，不知道美国的男生的眼睛大不大？跟大家讲一件非常 sad 的事情，他们说。原本在台湾是要先发的，但是因为他之前手受伤，所以他有下去休赛，现在轮子已经乱掉了。我们那天的台湾日可能就不会是大谷先发了。哇，这是舞台吗？对。
不好意思，祥平的那个在台有人在这。祥平，我刚刚得知，我们在那边的球球，这边大谷会出现在这里，希望会有球迷捕捉到我跟他同框的那一刻。我会跟他说 ，Otani-san daisuki， please come back to this yo。我决定在那边跟大谷来一个完美的邂逅。你们看这个，天哪，是海耶！为什么要坐着了？脚很酸，坐着。哎，他们的椅子超多的，随便走一走都有椅子可以坐。觉得你是骑马来的吗？大都会球场感觉怎么样？终止史上第一啦啦队员交易。各位记者朋友们，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问的呢？问一下，你跟张立东真的假的？哇，这个是他们的商品库。你为什么要这样进进出出？你在干嘛？是干嘛的？阿莲啦，哈，阿莲放啤酒在那喝。这是天后公司，就是可以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对，怎么样？球场什么钱都赚。你们看到这边的深色的都是有冠名的，不知道乐天桃园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冠名？我也想要拥有自己的一小个，直到我隐退，在桃园的某一块砖上面都有我的名字，大家都可以找得到我。怎么突然有点感伤？我们接下来要去做一件很疯狂的事情。今天礼拜五是千鹤队跟大谷的日子，所以我们就舍弃了原本的行程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前进花旗球场看这场精彩的对决，一定要冲球场！啊，好期待哦！赶到了，赶到了！先发第二棒，大谷吗？嗨，哎，嗨嗨，驾驶，大谷今天先发第二棒，但只有我一个人，女孩子我一个人。他们都在饭店休息吗？他们都去喝咖啡，去做别的事。
在美国，但是我从波士顿，对，我们二下的时候会来这里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